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頫每日一字，这个夫，好，夫人的夫，大夫的夫。我们看一下楷书，哦，一短一长，好，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夫。好，那赵孟頫这样哦，来直接写他样子，他稍微有一点连贯啊，尤其啊这捺啊就停顿下来啊，就表现出比较哦厚实的味道出来哈，跳起来，这样跳起来这样子啊，有点勾，好，那。这都还算是捺，那我们说用可以用长点的方式来表示，有一个长点，然后甚至有一个代笔动作、哦、可以带出下面的字。那如果不要呢，那就也可以好、哦、这长点，然后因为没有记笔，我们就写写各种变化这样子。哦、当然还有很多啊，你要倾斜度、哦、弱一点拉长或怎样，那种就不用去书写了哈，大家再自己看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呢，它的更草的形式、哦、要注意。哦、更草的呢就不是写 两个横画，是在一个横画上去下来折一下，代表这里有一个、哦、交叉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先看第一种，横画比较长，再折一下，再过来，好，这是这样。那我们说有时候呢，哈，这里我会夸张一点，就是横画小，中间这里大一点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这是哈，这基本上是啊这种造型。开始出现，然后更流畅一点的时大家、哦、这里就是这种交叉、哦、从分笔的动作不要了，直接连笔下来、哦、所以看一下、哦、直接连笔下来这夫，那这个写法要小心，很容易看成变成去也很像、哦、其实就混用了啦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还有更这中间的更省略的，稍微晃一下而已。哦，这真的是非常跟去是一样的哈，所以要小心使用。